你心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人？他离开后，生活还在继续，他留下的痕迹被平淡的日子逐渐抹去，那些遥远而明媚的青春年华也已在泛黄褪色的记忆里慢慢枯萎。当时光流逝，兜兜转转，那个人是否还会在原来的地方等你？这一年，父亲生了重病，本就拮据的家境变得更为紧张。和所有望女成凤的父母一样，为了让我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，他们倾尽所有的人脉和积蓄，让我从郊区转到了市里一所数一数二的高中。成真，一个高高在上的富二代，是全校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向外透着三个字：优越感。没事吧你？你怎么骑的车？找死啊！以后小心点。幸好，不是每个同学都这样。比如，你好，莫雨华，你的同班同学。莫雨华和我家境相仿，他是我在这个学校第一个，也是唯一的朋友。你好，你刚来这个学校肯定不习惯吧？你会有什么事儿你就问我吧。那个也是我们班的。梦雪，成真的青梅竹马，这个傲娇的小公主，因为某些原因，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都把我看作她的死敌。宋明，一直对梦雪唯命是从，为人谦和的他对我非常友善。周子毅，这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，所到之处永远都是鸡飞狗跳。
干嘛呀？砸我砸的可以啊，那么准。我起包了，你必须请我喝饮料。那时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竟然成了我高三生活，乃至后来天崩地裂的开始。进来吧，孙老师让你坐那里，第四列最后一个。想不到咱俩是同志啊，你就比我高四分，才52，下次我肯定比你高。周子怡，你还好意思啊？你关你什么？陈征，100。但我的青年会死啊。多大刺激，原来是做不出题啊。关你什么事？好，下课。不会就问我吗？为什么不问我呢？我成绩比你好，我可以教你。你急什么？你急什么呀？还给我！创可贴啊！闭嘴！哇塞 ！I have a dream。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？高中这三年，大家风雨兼程，努力拼搏，为的是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但每一个伟大的梦想不是凭空而来的，除了认真学习这一条路能够让自己梦想成真之外，别无选择。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现在把书翻到128页。那你让爸爸好好休息。怎么样，你爸好点了吗？情况还是不怎么乐观，但是具体怎么样，我妈也不愿意告诉我。会好起来的。周子毅，你装神弄鬼干嘛呢？出来吧。
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事儿得有个说法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屁用，都没法走路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背他去食堂。背？背不了，扶也行。扶不了就赔钱，要么赔人，要么赔钱。赔什么钱啊？当然要赔钱了，什么挂号费？我的钱都在卡里了，不够下个月我再补。啊！你是不是傻呀？你就别扯了。你这么吃下去不行。一起吃吧。谢谢。我去帮你把卡要回来了。别去。人是我弄伤的，我就该负这个责。我不想欠他的。各位，哎，今天我周小爷高兴，免费请大家吃地兰胜雪。运气是真没钱，就买这么点地兰胜雪，卡就刷爆。你们知道吗？这是苏运锦一个月的生活费。走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吃白不吃，胖子，再吃一个。给你就拿着，怎么这么多话呀？谢谢你，但是你可别这样了。你看啊，人家根本就不领你的情。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。干嘛？我帮你补数学吧。凭什么？就凭我100，你52。嘿，别误会，我只是见不得比我笨的人坐我前面而已。那是你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学习不好，跟谁有关系？苏云姐，你爸爸还重病在床，家里条件还那么困难。能够把你送到我们学校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说你呀，自己好好抓紧抓紧啊。刘丹，你真的在这里？
是函数的奇偶性判断方法。不可否认，程程的解题思路往往简洁有效。十题你错八题是吧？虽然方式仍然简单粗暴。渐渐的，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心照不宣的小秘密。其实，是众所周知的小秘密。成绩提高的蛮多呢，有人帮忙就是好。还好啦，原来你喜欢看棒球啊。然后你看的不是程程吗？苏运景呢？运景他家有急事儿，他回家了。你坐这干嘛？运姐让我跟她换座位的。她人都没回来，你少胡说八道。她已经回来了。孙运锦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孙运锦，开门！你再不开门，我就撞门了！开门！为什么要突然换座位？你是不是想躲开我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？回去吧。我不走，除非你回答我。我现在没有心思说这些。高考后好吗？在那之前，我保证不再打扰你了，可以吗？Thank you.
在那之后，我全力地投入到高考复习中，成真也果然如同他所答应的那样，再也没有找过我。不知不觉中，高考匆匆来临，又匆匆结束。我们曾经害怕过、憧憬过、爱过也恨过的高三，就这样在炎炎夏日里画上了句号。看什么呢？喝点水吧。燕静，你有什么想做却还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吗？来舞会就知道吃，喜欢人周子逸，请你跳个舞。怎么不敢跳啊？跳就跳，谁怕谁啊？你发现没有，今天晚上的成真很不在状态。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。感情真是个霸道的东西啊，不问先后，不问缘由。我认识了他18年，喜欢了他18年，可这18年却比不上你出现的几个月。苏韵锦，我不喜欢你。陈真他是白马王子，而你却不是那个灰姑娘。大学毕业以后，他要去美国继承家业，你呢？我根本没想过这些。你有资格去想吗？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。他对你好，只不过是可怜你。青春无限，同学们，你们马上就要展开新的人生了。我祝大家青春不老，梦想不老。苏云锦，我跳个舞吧。舞会，我教你。要不我们去跳支舞吧。
牵你手了，不放开了，一辈子我们都要爱了。你偶尔的小小啰嗦，甜甜的酸酸的也似糖果。孙姐，跟我去北京，我们一起报清华，那是我的目标。孙姐，跟我一起好吗？可是我考不上那么好的大学。以你现在的水平，考个北京普通大学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苏云锦，做我女朋友。苏云锦，跟我去北京。苏云锦，和我在一起。现在，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心思了，你可不许说不。记得那晚，程程犹如初见时一般，光彩熠熠的眼睛。但是如果他知道，这一吻是我给他告别的纪念，他一定不会像个傻瓜似的定在那里。再见。夏去秋来，大一生活悄然而至又悄然而逝。高中时代那些晦涩暗淡的自卑和茫然，好像随着这一年的结束，和程程的杳无音讯也渐渐淡出了我的世界。这是你的工作证。我们这个图书馆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，这里的工作量大，薪酬也不高。老师你放心，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做好工作。这是索引目录，记得把书放在正确的位置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你的师兄沈居安，他在这工作2年了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你可以随时问他。这么晚才来啊？没饭了？又没赶上饭点吧？让我来吧。
对了，过两天有个活儿，有没有兴趣啊？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好嘞，就这样啊。大哥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嗯，下一个下一个啊，对，嗯，给到，好的，嗯，再再来一个再一个，你们俩靠近，对，下一个啊，对，很好很好，嗯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你怎么躲这儿啊？帮忙！谢谢。哎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没想过什么理想，能够平安、健康的活着。比什么都重要。嗯，理想啊，梦想啊，是遥不可及的。只要能够平平淡淡的生活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平淡生活，挺好。欢迎使用我们的瓶装水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询问资料了是吗？欢迎使用我们瓶装水，我们瓶装水，谢谢谢谢，免费的水可以使用哦。欢迎使用我们的瓶装水，谢谢。走，请你吃饭去。好。沈居安，我看他对你不只是照顾小师妹这么简单吧？他喜欢你，你别瞎说了。他那么优秀，喜欢他的女孩多着呢。那你呢？你喜欢他吗？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到“清风霁月”这几个字。清风霁月。那程程呢？天崩地裂。看什么呢？看到我是不是很意外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找我干嘛？谁说我是来找你的？那你走吧。凭什么我要听你的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行。我走。怎么说咱们也是老同学呢？玉姐，哎，居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说好了一起出去转转吗？有朋友啊。你好，我是沈居安，玉姐的男朋友。巧了，我也是。程程，是我高中同学，现在在北京上大学。清华，好学校。一般一般。那你们是？想去郊外转转。我姐开车来的，要不咱们一起去？我打扰你们了？不打扰。走吧。
我叫张月，陈征的姐姐。沈娟。山哥，你陪我买水去吧。你喜欢的就是这样的男人呢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我想过要忘记你的，可是我根本就做不到。至少请你告诉我，我哪里不够好？你放开！你先回答我！你放开！这里是寺庙，菩萨都看着呢。那菩萨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？来，苏云锦，喝一个。我不会喝酒。这个是我第一次敬你酒。他不会喝酒，我来吧。这是我跟他的事，你替不了。云锦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我不满意，我还想知道，为什么那天晚上你吻过我以后，就再也不联系我了？你踢我干嘛？我哪一个字说错了吗？我跟云锦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来都不问为什么。苏云锦，你还真有一套。云锦。怎么了？我先送你回去。云姐，云姐，刚才你不是要替他喝吗？没有这个必要吧？怎么了？
如果我愿意陪你过你想要的平淡生活，你愿意吗？面对这种物质的诱惑，很难做到心如止水的。你居然这么看我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敢说你对陈真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所以说，所谓的平淡生活，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昨天才分开，今天就想我了。你混蛋！你让佳玉跟沈娟说了什么？啊？什么说什么呀？你少装糊涂！你们姐姐俩是不是合起来算计我？我没有装糊涂啊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为什么老是要来干扰我的生活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？哦，我懂了，是不是你跟姓沈的爸？苏云锦，我不知道你跟姓沈到底怎么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出现之前，我的生活好好的。是吗？分开这么久，就没有想再见我吗？不想。不想。那为什么我来找你的时候？就好像很开心的样子，没有。为什么喝醉之后，你要喊我的名字？胡说！不行，你去问沈娟。成真，你就是这样的，不打招呼就来学校找我，心血来潮，你总是这么霸道，你总是把你的感情强加在我身上，从高中补课的时候就开始了。谁让我喜欢你呢？喜欢我，我就要回应你吗？既然你不喜欢我，你为什么要吻我？为什么要给我希望？你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不拒绝我，让我彻底死心？成真，我不喜欢你，我讨厌你。成真，我不喜欢你。我讨厌你，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让他失望了。我忘记了那一刻成真的反应，但我知道，他没有再像那晚一样傻傻地站在那里。也许那天之后，他终于学会了，慢慢地将那个他曾经爱过，却又给了他失望的女孩，从心里抹去。他真的再也没有来过。没多久，沈居安也毕业了。
听说是去了某家大公司上班。在那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我的大学生活似乎终于回归了平静。你们实习啊，最重要的意义啊，就是把课堂上学的理论和实际呢结合起来。62床，昨天车祸被送进来的。周子毅，颅脑外伤，伴有脑髓液漏，头皮下血肿，面部有挫裂伤，全身有多处皮肤擦伤，以及软组织挫伤，小面积的肺挫伤，少量的血胸。20岁，才得到心爱的洋娃娃。40岁，才买得起俏丽的裙子。60岁，才重遇初恋的人。这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世上没有无辜的爱人，光阴从未被枉费。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趁还能爱的时候，放肆的爱过。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。这一年，在妈妈的一再催促下，我不得不推掉假期的兼职，提前回到了老家。吴叔叔他在镇上的服装厂当会计，爱人去世了，身边也没有孩子，咱家平时大大小小的事，吴叔叔他帮了不少忙。喝茶。你要是不同意，妈明天就去回绝他。我觉得爸爸如果在的话，他一定会希望你幸福的。到这儿来干嘛？你们家附近不是有个电子二厂吗？我妈把它收购了，我来帮她送材料。别动了！你看，它也不是多好看，你要不就别做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些能赚钱的。你这东西能赚多少钱？一个8.5块。一晚上做5个，42.5块。那么少啊？那这样吧，我给你50块钱，你就别做陪我聊天吧，好不好？长城，你不缺钱，一晚上挣30-40块钱对于你来讲什么意义都没有，但是对于我和妈妈而言，这却意味着2天的生活费，这就
就是我们无话可说的原因。你醒了？那，木之，你见过兔子吗？啊，废话。一只兔子几只耳朵呀？就没有只愿意长一只耳朵的兔子吗？那这只就是不愿意长尾巴的兔子。哈哈。本来就比较短的尾巴，你手给我看看。你干嘛？哦，看手相啊。那你看出我的心思了吗？谢谢你。去北京，跟我一起好吗？这一次，你可不许再跑了。随着毕业临近，每个人都在为寻找自己人生的下一站而四处奔波。为了跟程程在一起，我开始疯狂地向北京的公司投递简历。然而，我的一腔热情却石沉大海，激不起半点波澜。你在北京的公司投简历的事情有消息了吗？早知道我就跟你一起报医科大学，这样我还在那学校多待几年。来，简历放这儿啊！各位，这边有招聘，走走走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简历，没关系，现在毕业生那么多，又不是你一个人工作难找，对吧？我又没拿着水。你看你。啊，你电话。
你工作定了吗？没有。我手头有个面试机会，你想不想去试试？什么公司？正好跟咱们专业是对口的。原本呢是一个熟人介绍我去的，可我不是要出国留学了吗？就空出一个位置，我就让给了你。北京的？上海的。上海的。哎呦，行了，这都什么节骨眼上了，能找着工作就不错了，你还管什么北京上海啊？给你，拿着，这是他们联系方式，你去试试啊。喂，陈真。孙姐，你在哪儿呢？电话一直打不通，给你留言也不回。我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在北京给你找了一个实习的机会，虽然专业不对口。但只要表现好，留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哦。我找到工作了。哇，太好了！哎，北京哪家公司啊？是上海的。什么？我不是让你找北京的公司吗？我找了呀，可是没有北京哪家公司肯要我。我肯要你就行了呀，谁让你签上海的？程程，你听我说，我再不签我就毕业了。你都不知道现在工作有多难找，我总得找个地方落户口吧。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做事从来不替别人考虑。程程，麻烦给我一张最快去北京的票。喂。我在去北京的路上，你不是生气了吗？我想来找你。哇，我在去上海的路上。啊？啊什么啊？你去不了北京，我不过来上海，难道要跟你分开啊？赶紧告诉我下一站是哪儿。快到泰安了吧？那你在那儿下车，我来找你。嗯。喂，你到了吗？你在哪儿？叔，看对面。孙姐，我说过的，就算你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不会放过你的。程程，爸，你睡回去好不好？哦，我有点冷。
你干嘛？哦，我就放在这儿，就不动了。叔，别乱摸！我就是握手。哎，这别扯，会扯坏的。什么姐？你干嘛？别扯，会扯坏的。哎，不行。哎，好热。你干嘛？长征，你把裤子穿上。我热。那我去拿裤子。你这个骗子！大的在前头还是小的？大的。纯真，我也是服了你。张伟家那么大的房子不住，偏要挤在这小阁楼里。你小声点，我好不容易让运景搬过来，你别瞎说。运景。另外一个螺丝给我一下。你这破房子信号也不行。你爸妈现在不催你去美国了？怎么不催啊？他们现在生意挺好的。一直催着我过去帮忙。那你有打算什么时候要去吗？还没想好，先拖着呗。那你过去了，苏云锦怎么办？打包带走。什么东西要打包带走啊？喝不喝绿豆汤？我要。谢谢。谢谢。哦。就这样。喝碗绿豆汤吧。哦，我突然之间有点事儿，我现在就要走了。不错，挺好喝的。我下个礼拜要跟陈姐姐结婚了。恭喜你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们要是家人就好了。这个你留着。周子怡送我的，他要结婚了。其实我不是故意对你隐瞒我跟周子怡的关系，只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毕竟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他的女朋友。这个混蛋。
他没有错，只是不爱我。你后悔吗？宁静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我接受了系里的留学提议，读柏林圣三医学院。这是我可以选择的最远的地方。那里冬天冰天雪地的，一定照顾好自己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这就是张月家。嗯，走吧。小白二郎，搬出去这么久都不回来看看啊？我忙嘛。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我就应该听你妈的话，早一点把你发配到美国去。哎，我来了就不错了。娟，干嘛呀？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陪我跳个舞，这么不情愿啊？你找谁不可以，偏找他？你管呢，我喜欢。那你觉得他是喜欢你的人还是喜欢你的钱？那你告诉我，孙运锦是喜欢你的人还是喜欢你的钱啊？运锦跟他不一样。是不是会感到很惊讶？张月他很不错，恭喜你。谢谢。就算他不怎么样，也没有关系啊。我娶的是一个叫做张月的女人，她的姓氏，她的老爸，有这些就够了，其他对我来说不重要。可是我觉得你不应该伤害他。没有人应该受到伤害，但我跟他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他想要的分分钟就能得到，我想要的他也再清楚不过。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他你是朋友啊。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在很多方面都挺像的。我们不像。咱买到了，走吧。哎，这个鞋泡雨里多可惜啊！来，我背你，来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哇，真变成猪了，重点背不动了。程程，嗯，你当初为什么不放弃我啊？我怕我不在，没人受得了你这个坏脾气。
那你会娶我吗？什么？我们会结婚吗？韵锦，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。背老婆回家喽！叔叔，韵锦，你来了。哎。妈她查出了宫颈癌，不过你别担心，病情已经控制住了。可当初急着手术，急需要一大笔钱，18万，我哪儿找这笔钱去？我就从公司挪用。您不是下岗了吗？服装厂是倒闭了，可程征他们家不是在咱们那儿收了个厂子吗？他就在那儿给我找了个事儿，他不让告诉你。所以说，那笔钱是程程家的。小溪，我会尽快还的。那没关系，谢谢你，我再想办法。不的。谢谢，几千块钱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。没事，麻烦你了，我会尽快还你的。哎，小韵啊，我会尽快还的，我再想办法。Hello， 你的室友高小琪打电话给你了，他说家里临时有事要借你的钱，暂时不能借了。我打给吴叔叔了，起初他什么都不肯说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能早点告诉我呀？这是30万，你给吴叔叔吧，让他先把钱补上。程程，钱我借到了。你跟谁借的？你那些朋友谁可以借你这么大笔钱？你倒是说啊。沈娟，这么大一件事情你不找我，你说我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很失败？你听我说，叔叔是因为你的关系才得到这份工作的。现在账目出了问题，我
我总不能够再用你的钱去填补漏洞吧？那你就可以要沈居安的钱吗？我会去找他借钱，是因为他和我一样，知道贫穷有多可怕。不要再解释了。沈居安，沈居安。以后离苏永京远一点。拿女人的钱充情圣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早就听说陈家做的是大生意，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，钱都是翻了倍的还，但是多出来的钱还是请你拿回去，因为我是帮运气。我的女人不需要你帮，但是她现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找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你喝多了，不能再喝了。下次再喝。我们下次一块儿喝，好不好？胖子，你快来看看，你别跟他一块儿喝，胖。好，不好喝。孟雪，来一杯吧。程程，喝完了。跟我回去吧。你的事不用我管，我的事你也别管。别这样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说。我不回去。那你们等一下，早点送他回家。好。陈真，你什么意思？同学一讲你什么意思？你可以不喜欢人家。但是你不能这样不尊重啊！你懂不懂啊？关你屁事！什么意思？你们俩住手！你们俩住手！走开！程征，今天晚上我才发现，其实你也挺可怜的。女孩子，如果觉得自己爱的人变得可怜了，是不是就代表不爱了？我欠你30万，这是欠条。人，
东云锦，你这里欠我的有什么还？你说话，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你像个石头一样？2007年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到今天整整6年，你终究还是不爱我。程先生，客舱和机组都准备好了，请问可以起飞了吗？再等一下。好的。走吧。好。时间真是个可怕的东西，它能抚平一切，将心里好的或是坏的痕迹一刀刀刮去，只留下一个面目模糊的疤痕。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的影子无所不在，他总是站在每个街口，每次转身都恍惚看到熟悉的身影。整整24个月，这样的方式成了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。除此之外，我似乎越来越少想起关于他的一切。
是我根本就做不到。至少，请你告诉我哪里不够好。那菩萨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？你心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人？他离开后，生活还在继续，他留下的痕迹被平淡的日子逐渐抹去，那些遥远而明媚的青春年华也已在泛黄褪色的记忆里慢慢枯萎。也曾说了再见，清空痕迹，以为能平息了回忆，也曾收拾行李买了车票，以为从此不会想你，不会想你。 And next to me， 反反复复寻寻觅觅，你是否，你是否从未忘记。 And yes to me， 兜兜转转走走停停，原来你，原来你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。当时光流逝，兜兜转转，那个人是否还会在原来的地方等你？ And last to me， 反反复复寻寻觅觅，你是否，你是否从未忘。
在这里。也曾说了再见，清空痕迹，以为能平息了回忆。也曾收拾行李，买了车票，以为从此不会想你，不会想你。也曾看过蝉鸣，听过大雨，思念也被黑夜唤醒。也曾满心欢喜，翻山越岭，想要把所有告诉你，告诉你。 And that's you and me， 反反复复，寻寻觅觅，你是否，你是否从未忘记。 And just you and me， 兜兜转转，走走停停，原来你，原来你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。在这里，寻寻觅觅，你是否，你是否从未忘记。 And just you and me， 兜兜转转，走走停停，原来你，原来你还在这。在这里。